小曹，你第三季有看最看好哪些？你最想要跟谁 PK？ 谁啊？吴尊呢、欸？啊，真的假的？怎么会选我？怎么会选我？天哪、啊！哎、欸，尊哥真的是演员，尊哥真的是，他是我的学长。对，然后武大体育系，就是我们也是来参加全明星，才知道小曹的记录这么难破。当然是想跟小曹 PK 跳远啦、啊。哦，小破纪录吗？对，那个神话般的记录，耶、yeah ！被电爆，对不对？互相电，互相电。第一场我们电他们，第二场他们电我。对。小曹今天心情怎么样？这个看不到。我心情很开心哎、欸。因为很难得啦，很难得我们二季的红蓝可以一起合军，然后来打三季的红蓝。嗯，对，所以心情上超级无敌亢奋。对对。千姐刚刚说，一看你们就好像好久没运动，脱缰的野马。对对对啊，对啊，很兴奋。我进来跟小曹。哦，我今天本来也是很期待啦，就是本来很期待，终于可以在场上跟我的好朋友对决。对啊，但因为今天就手指骨，对啊，我无名指骨折啦，然后在小巨蛋前就骨折，只是我小巨蛋那时候还不知道，对啊，然后今天就想说先休息一下，但我在场下都可以感觉到那个热血感，对啊，好像没有在浪的，大家都没有在浪的，本来说今天算是轻松局，但是好像没在浪。而且听说今天有 MVP， 小曹又想要去争那个 MVP 的感觉，然后企图心啊。有想要过刚刚，我支持你，我支持你。你总共拿几座了？目前四座，所以今天要拿第五座。可是刚刚高雄巨蛋也是，算也算。哎、欸，哦，对啊。但经过刚刚我自己的专项棒球被红蓝惨垫，对我觉得我那 MVP 已经这样飞走了。有，刚刚看到你漏接了两球，但还是比我强。哎、欸，所以今天 MVP 白队也有可能。有啊，谁都哦，那你加油啊！完蛋了，篮球我不会打、啊。你等下篮球完蛋了，你会打篮球吗？刚前姐跟那个小杰都很希望你上車。哦，真的、哦，我可以上去，可能10秒，对，就可以下了。那我你上我就上，真的哦，你上我就上。好，那你要守我，我守你可以。不是你上我就上，你上我就上。可是我们俩在旁边。哎，老实说，好，小曹，你第三季有看最看好哪些？你最想要跟谁 PK？ 谁啊？啊，真的假的？怎么会选我？怎么会选我？天哪、啊！哎、欸，尊哥真的是演员，尊哥真的是，他是我的学长。对，然后武大体育系。对，我知道他以前在田径场上的那个数据是很好的。但我看到你追小刀哥之后，我就再也不想、那個、在田径场碰到他。对对对，我就尽量不要碰到你。感觉得出来，因为你现在哎消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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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消了。田径场上我不见王，但篮球场上可以，可以，对抗一下。可以了，等一下去看我们。那第二个想要 PK 的是谁？其实我没有特别想假想敌啊，因为我觉得每一季都是每一季的故事。那我如果有假想敌，我也不可能说回来跟他比啊。对，所以我觉得每一季都有每一季表现好的选手。那小仓有什么话想要跟某弟说？在第三季，你用学长之姿哦。好妈鸡啊。其实魔俊一开始要加入全明星的时候，有大概跟他提醒一些东西，对，然后也有看节目，那他其实到现在，表现得蛮好的。一开始他给自己的压力太大，因为他是状元，对，但是现在走到第六集了，就团战第六集，嗯，所以我觉得魔俊慢慢把他的压力放下来之后，他的表现其实就会慢慢出来。对，我希望他MVP 是可以再多拿几座，对，应该没有人可以超越你的。我觉得有机会哦，有机会哦，因为王子现在已经两个了，对，而且在连续两周，所以后面还是有机会。嗯，就是其实我们也是来参加全明星，才知道小曹的记录这么难破，就是不只是已经，对啊，像其实我跳远的时候，你知道我跳远跳的比测试赛还差吗？哦，你们有比？有比，就是那个只是还没下一集啊，好、哦、下一集，对啊，然后这一集又在后面好几集了。但我那时候跳的时候，其实我们会发现说，原来，你每天的练习，原来不是说练得多就好，然后要适时的休息。像因为我测试赛前是受伤的，然后我就休息了十天这样子，然后我就直接就这样跳，然后跟我练习了很久，我反而到那一天是肌肉紧绷了，我还跳得比我本来是差3公分。对啊，所以我才知道说哇，原来他的那个记录已经，但我觉得最厉害的是他飙枪啊，
的标枪，我们那时候在丢，一开始丢的时候才十几，然后我们都记录多少，都51，然后想啊，怎么可能？对啊，就很惊讶。超多人，超多学弟妹把你就是看你看到爆掉。哦，真的、哦？对啊。谢谢谢谢。小曹的球已经直接从刚是打一颗超爆远飞出去了，一颗星飞，还是打到门口？哦，打到门口。那出局啊，没用啊。对，大家好，我是徐新阳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吴思安。嗨，哎，两位表现越来越亮眼了。嗯，还好。对，哎，想问一下，今天是小杨姐的 PK 赛。对。你们之前有看第二季吗？有。大概看一下，有没有觉得就是场上拿了一个学长姐，最想跟他 PK 什么 ？PK 什么？你先吧。我是想，当然是想跟小曹 PK 跳远啦。哦，小伙记录吗？对，那个神话般的记录，有信心是不是？就是冲锋啊，有自信。好，应该可以啦。对啊。对啦，但是就是要多练练，因为他的记录真的很远。然后，其实，在练习的时候都很难跳到那个等级。但是我觉得，如果有一天能超越他，真的不得了。那我你是跳远，那我应该是跳高吧？想跟。嘉良跟佑廷跳高，因为我也十几年没跳高了，那最近我也不知道我成绩如何，所以我希望再挑战看看。两位有没有觉得就是，哎，哪一位蓝队选手真的很想要把他拉来红队？所以就很想要再跟他们下一季，如果有下一季，想跟他们一起同队？完全没有，我觉得我们现在队友太棒了，红队 forever。我可能是会想拉前姐。然后把小杰当队员，把老大当队员。